螺丝太长了，要把它切掉一小块，然后才帮我锁上去。不过这是 DIY 的乐趣啊，如果我会。你如果会 DIY 的人啊，那就 OK 啊。但是现在就是很多 DIY 的人找不到什么东西啊，材料，对，因为一般的改装厂哦，比较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，因为改装厂他要做的就是赚钱的生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要有一些人出来服务 DIY 的。欸、我们四少如果没有就没有空而已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来教人家怎么 DIY 开课，来给你搞个洗干，没洗干哦、欸。其实他很忙呢，各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？你刚才这上面那一测消防的，他根本没有来接近美国时间，是我们晚上拜托他来这边弄的。以前做过什么？水电啊。水电是做工程的吗？也是做工程，做大楼水电。对，室内装修也有。DIY 哈，如果你想要 DIY 的人哦，建议要买个那个什么平安险哈。对，因为这个很危险。这个在我们工程界叫杀人机。杀人用的。它俗称叫杀人机。杀人机的，因为它不小心切掉的时候就是。因为老师傅啊，像我啊，这个就缝了八针啊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啊，也是啊，也是一条啊，对啊，也是缝了五六针，就是缝出来的啦，技术是缝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出来江湖混哈。哪有不挨刀的？对，哪有不挨刀的哈？出来混哪有不挨刀的？所以各位哈，自己如果买这些零件回去要自己 DIY 的话，还是要小心的。那来再问一下那个老板娘，那如果说今天他是南部的啊，他没办法来这边做，他买的零件要去找谁做？屏东有啊。不是屏东啦，或者是说都找不到人家帮他做的时候，你建议去哪里做？去找你的汽车保养厂，因为椅子他应该会拆，哦，对不对？但是看他愿不愿意帮你弄，只能去撸一下吧。对，汽车保养厂啊，做汽车的啊，汽车修理厂啊，坐椅子的，哎、欸，坐椅子的也可以，或者是帮你做汽车那个什么保养的也可以的、啊就是，相关的、啊、相关行业，对啊，就尽量找认识的里程保养的，对。因为他们对汽车保养维修比较了解的，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做你想要做外推窗的呢，找谁帮你做？换玻璃的玻璃行，对不对？汽车玻璃会比较厉害的，因为有时候要拆了。这个我们这个转向这边做了好几个了。没水啊，今天没水啊，后面停水啊。前面刚好没有，就买了肉不能煮饭。然后这边先跟这个做结合，这跟车底对手就只有四根螺丝而已。对。哦。好了哦。好了，我妈转向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来看一下。你看，好了，高度一样啊，高度是一样的。嗯，因为我们把下面这个底座整个换过了。对，我是换底座。因为有些人是用改那个转盘，如果你改那种转盘，有时候它会高，哦，它就会底座整个换掉就 OK 了。好，转向简不简单？简单，这样一只手扶着，好的，完成。然后基本上它可以。任何一边都可以转向，对，啊，再转，哦，那是，那小心这边，对，
Okay. 因为它这个，因为主要它有把手啊，扶手。所谓的往前呢、啊，它是每180度一卡。对。OK， 好了。这样 OK 吗？还可以前后吗？可以。那如果说你要转这边，也是可以转的。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好。它可以卡住吗？卡住。好，卡住了。嗯，好，后退，后退，你看，可以吗？你看，我们有些车友他会自己 DIY，、嗯、对不对？但是某一部分他不会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就协助他完成。是的啊。好，让每个人的车哦都可以完善了哈。那其实现在的大车小车都可以转向，基本上啊，因为其实有的人开发小车啊，对，有一些小车的各位可以去找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做这一块，找得到我们跟帮各位找，那找不到怎么办？找不到，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你放心。有，我跟你讲哦，还是有车友把整组椅子换成翻转，不用转向。哎，对，他就叫我帮他买椅子回来自己换，对，也是可以。当你找不到转向，你就直接用翻转，也是 OK 的。好。